没有矿泉水了。啊，我还必须得给你，这个里边跟你说没有矿泉水，看吧，不喝啊，不能喝啊，别喝这玩意儿啊。嘿嘿，这还能自己拿吗？啊，你对这个的执念有这么强吗？啊。等会儿我喝一口吧，你看啊，看，有吗？水都没了。看，哎，行，拿去，我给你啊，给你。阿凡叼着这个矿泉水瓶就跑了，他指定要去把这个瓶打开，吃里边的冰。这玩意能整出来吗？能吃着吗？吃不着吧？行，我给你整好吧，我给你整出来行吗？背带拿着，哎，拿过来，走吧，过来，我给你整出来。我给你拿着，你别自己拿，这比较脏。哎呦，你再用爪子就不给你吃了啊！这地上这么脏，你怎么走嘛？要喝一口啊！喝瓶，哎，有水了，哎。别带要吃吗？别带，过来吧，来起来，嗯，来吧。别带说我不习惯这么一口口舔，哎呀，要磕碎了。我给你砸一下吧，我就给你砸一下好吗？你别磕了，磕不掉。我给你砸一下吧啊。